来看到蔡英文总统临来第二份的这四年级的这国防总检讨报告，内底有讲到这啊，国军应该会联合这海巡来应对冲突。这学者认为这会当来讨解到这国军的压力。另外，这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阁是加强调，距离共识的争议真大，这个名词是无法度在台湾适用的。但海局势还未等好，暗国立委会十八释出善意，宣布要开放中国大陆商务人士来台湾。主委邱泰山阁提出，两岸是毋是有建设性的模糊的概念？暗国外界关心建设性模糊是毋是包含九二共识？九二共识在我们国内都已经引发非常大的一个争议，纵使是国民党，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了。所以这一次，显然呢，已经没有办法。所以用建设性的模糊来代替。面对共军对台威胁并不减少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尽情发挥。面对敌人拍偌久就飞偌久，邱泰山不止表达赞同，也强调这句话严格的国军。另外，蔡总统任内第二份的四年级国防总检讨报告最近出来，上交国会，内容有讲到国军未来爱做啥物，甲四年前比起来，国军秉持防卫固守、重整组织，暗国家族迫使敌人反台失败也宣示护土的决心。另外，阮廷打击正做建军目标之一，美方对台出售中廷防卫性武器如何运用是一大考验。国军的创新并不是只有飞机、坦克、大炮这些硬体装备，更重要的是就是观念的更新。共军对台展开互相对待冲突，包含军机拦截台，用假信息做认知作战。苏志芬认为，雕像规模化、有系统的用媒体形式散布较歹分辨的假信息，为内部分化民心造成国内矛盾。国军有三大反制策略，包含科技工具、善用多元媒体迅速支持，加支持国际宣传。为反制共军扰台，国军也要联合海巡应对冲突，分享情资，执行联合情报收集。威胁我方海域安全的行动的话，以海巡为第一线。可以控制避免危机升级，那国军当然会当主要的后援。苏志芬认为，海巡组应成立航空队，协助国军做海洋搜索者的地强度任务。共军扰台应交予国军出动战机来反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